中了中了中了，大吹！哎呀！今天呢，来搞那个飞钓毛钩，来二号杆、二号线配健缩线，它是的健缩线啊，它传导力道会比较强一点。来，用这一款毛钩，布莱西哥，啊，出发，好的。肉鱼都来爆了，哎，重鱼啊，哎，下去第二杆就重了，哎，啊，用我们小西哥，舒服，放鱼。哦，跳起来搏，来了，有鱼了，中鱼了，啊，飞钓毛钩哦，很好，啊，像这样子，飞钓毛钩超好，是吧？好玩，然后呢，空山林雨哦，风景又好，来放了。再下去一点，啊！哇，草蜜粉下去就爆了，再往下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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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中了中了中了，好玩呢，无大只，但是真好耍，飞钓很好玩。哎，小西哥儿，哎，对毛钩很方便啊，出门，对不对？钩子绑一绑，出门就可以钓了。简单的装备出门啊，利落又简单又大方，又可以钓鱼，啊。青山清水好玩，转个方向，啊，这抛 fly 有时候抛出去用搜索的方式，效果很好，左右搜索，啊，效果非常好。来了，钓鱼中鱼中鱼中鱼。中什么？青鸟嘛，跨嘴，跨嘴，中的跨嘴，赞赞，来吧，放鱼了，来了。中鱼，中鱼，哟呵，中了，放鱼，又来放。哎呦，中了中了中了，再摸一个，去啊，青鸟，青鸟一只，水当当哈，来换下面这一区。
来了，终于了，老娘。来，弄水牛。哎，放鱼。啊，弄假老尾啊呀。来了，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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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再摸一个。那水牛吧，不然就跨水。啊，今天好天气啊，来了，来搞搞嘛。就搞一只猫，水牛，在，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，来了，又搞到猫了，搞到跨嘴，还是中跨嘴，没有。来，跨嘴，安尼就很舒服。哎，这样搞起来就很舒服了。哎，然后袂歹晒死。飞钓呢，好玩呢，搜索范围比较强，那攻击范围比较强，啊，也比较远，咬度很好，都在急流比较多了。水流多的地方呢，钓一钓以后哈，毛钩要检查一下，看那个钩圈还在不在。有时候钓一钓，钩到什么东西，钩圈不在，要调整一下。哎，你看，所以要检查一下钩子，就这样子。啊，钩子刚刚缠住了，所以你现在放个钩子哈。OK 的话，抱了一下就中了。那刚刚抱了，那个抱水蛙抱了很多啊，都落水咬。哎，来了个几只啊，对不对？小青猫啊，放鱼。哎，对吧？中了，再来一只猫。哎呀，哇，好蹦乱跳的猫。哎，活泼，放鱼。这 fly 啊，攻击范围就是强啊。你不用站那么近了就可以钓，你也比较不会胖。哎，丢了，丢那就爆了，危险。漂亮，都是青猫。那黑色的呢，基本上呢会效果会比较好。或棕色的，深色的基本上效果都会比较好一点。钓这个 fly 呢，你要跟鱼保持一个距离。哎。麦盖，再来种一个年轻青蛙。哟呵，来，来钓几只，我钓几只。嗯，来，我钓几只青鸟，放回去了。
看。来了，都在急流的地方比较多了，对不对？那所以鱼啊，有时候啊，水的深浅啊，有时候不一定，时节不一样啊，有时候啊，长的地方也不一样。来，来，放鱼。哎呀，中了！不过安尼就对啊，它落水下去啊，沉一点下去啊，啊，在急流入，它把它拖下去，那也中了。它今天咬度啊，其实还不错。来，礼拜，青猫，条口还不错。在旁边，好事情。有时候遇到这种流啊，用搜索的效果也很好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，够高了，去了。真是美丽的蟹钩。来，回来，猫钩。这是不是家猫？这是野外的猫。来放了，阿姐，哦，这一只在跨水，礼拜，请送。跨水，哎呀！跨水龙，好棒！那体型很棒，你看，跨水。来放鱼，来了，有鱼了，没干。来，给它放。来了，又来了。哇，阿大力袂歹哈，连中连中。中了，来放鱼，来了，中鱼了。来，弄水鸟。青鸟还算蛮捧场，哦，落去都来爆，哎，中鱼，啊，那我们的小西哥。放鱼，
又来抱。不过安尼就对了，再种一只，莫一打，小青猫啊，还有一只青猫，哎，看你。来了，钓鱼种鱼种鱼种鱼，种什么？青鸟麻花嘴。跨嘴，种的跨嘴。赞，种的跨嘴。来吧，放鱼了。